民，该起床咯。无爱啦。Wake up， 日头晒卡床咯。卖惨我啦。你是要困到什么时阵？哦，卖有啦！你是无听人讲，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个吧？哪有人像你安尼差人困眠的啦？一困醒就起性地，是因为最近拢接袂到通告，也是因为你的旧年已经过了，心情咧无好。你拢在了一边问，让我困啦！就算你要困，也先甲观众朋友拜一个年再睡啊！今年金光堂媒体祝各位朋友过年行大运，人人大发财，赚人包好过年，继续支持金光宝地戏 ，Happy New Year。